好，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，他说他收入不高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前夫呢有给他和小孩这个赡养费啊，那么他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我们的专家说，赡养费能不能作为收入来贷款呢？啊，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文件证明呢？我们赶快请出嘉兴贷款总裁董了刘艳秋刘总来帮他解答。刘总你好，莉亚，你哎，好，早安嘞，在这儿向各位听众拜年，拜年祝拜大年。家新年快乐、幸福、安康、好吉的，祥好如的，意。谢谢你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离婚的证书，上面要写多少金额。比方说写了5000块钱，那我们就要看他最近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（bank statement） 是不是都有存这个5000块钱。这个金额不能多，不能少，这样子的话，如果多多少少的话，就很难计算了啊。如果说这个离婚证书上注明了说赡养费共到再婚为止，那如果这个太太并没有再婚的话，我们就会以这个1个月5000块钱的收入来做一个标准。那还有就是说小孩的赡养费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写到18岁为止。如果说小孩的部分还有3年以上的时间可以拿，那我们还是会计算的。但是如果到18岁为止，小孩年龄已经16、17岁了，那我们就不算了。我在这里举一个例说明就是如果有一对夫妻他离婚，房子是60万，那贷款40万的话，以前的欠款是先生赚钱借款的，那现在离婚把房子判给太太了，那现在又不想再永远担着这个贷款的债务，所以呢，太太就可以用这个5000块钱的赡养费，然后自己做一个存 refinance，在把产权重贷，把产权呢，还有贷款都放在他个人的名下，这样子就是没有问题可以做得到的。明白明白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哈。